大家注意看，就这么一个动作，上练我们的肩颈背，下练我们的腰和腿，一个全身的动作。大家跟着阿康老师呢一起做一做，我们的右侧手臂呢向上伸展，举过头顶，同时左脚旁开半步，脚尖点地，落手臂脚回正，右脚旁开半步，脚尖点地，左侧手臂同时上举过头顶，跟着阿康老师呢连贯的练一练。给大家呢分享的是一个连贯的跟练板，我们先开始慢一点，很快呢身体就会协调起来了。走起来，越练越轻松，越练越美丽，越练越貌美。我是你们的安康老师，喜欢我们运动的家人给我们点个小爱心收藏起来，方便大家呢日后随时随地的拿出来跟着我们练一练。一个动作啊，上练我们的肩颈背，下练我们的腰和腿。这过以后有没有轻松的感觉？可以把你做过的感觉呢打在我们下方的评论区里面。啊，同时我们也可以后撤步，好收。